大家好，我是吴秋风，又到了一个礼拜一次秋后风回复您留言的时间啦、啊。今天是大年初四，迎财神，哎、欸，不是迎财神，迎灶神，不管啦、啊，反正就是迎神的日子。那在民间习俗呢，就祭远门，然后下午呢要迎接神，送神灶。接神祠，所以下午的时候才能接神。既然祭出远门，那大家就在家里收看秋风回复您留言的影片，感觉是十分不错的啦。这次过年呢，我有去亲戚家拜访啊，当然伴手礼是少不了的，伴手礼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到他们家看到了一个煮水流，有那个竹子，然后有流水的装置。那日文呢叫做西西欧多西，那中文呢我就问他说中文叫什么，他就叫做狮子威胁，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听到名字会想到这个装置叫鹿威，我以为是什么酒的品牌，都想不到。那最后一个叫做什么天水，我的茶没了，请帮我添一下，这个我都。一时之间我都想不到这个是在做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它的名字应该叫做竹东，有没有？它是竹子，然后会咚咚咚的一声，必有必咚，竹有竹咚，这再正常不过了。所以以后我看到这种东西，我就要叫它竹东，没有正式名字，我就叫它竹东，好不好？什么狮子威胁、鹿威天水？讲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在讲什么，讲竹东我就知道了，好不好？好了，我们来回复今天关乌帕们的留言了。这个礼拜呢，因为秘境探险2已经结束，最后一集已经上档了。那下面的留言就是希望秋风大大能拍秘境探险3，不愧是水神，就算是仙境也要摧毁。期待秋风拍3和4，秋风大大辛苦了。德瑞克也可以休息了，但很想看第3季呢。德瑞克刚硬的拳头，谢谢大秋风大给我们带来欢乐。26集就这么没了，有点感伤。不论秋风拍什么，这群乌帕都会支持的，感谢你们热情支持。秋风在此宣布，《秘境探险3》一定会拍，好不好？最近就拍，最近就上档，让大家看得够。大家这么支持德瑞克的拳头。让我的拳头鱼有龙焉，一定会拍，好不好？近期上档，到时候请大家持续锁定，谢谢大家。我们再看下一则留言。上礼拜不但是过年，结束了《秘境探险》的连载，而且还开了一个新连载，叫做《永恒的塞尼亚》。感觉塞尼亚好正哦，虽然我没看过这个故事，但我觉得只要是秋风实况的，应该不错看。哎呦，这么支持我，让我有点压力哦。我先讲一下，我大概是怎么看到这个游戏的，就是我随便逛到的。我在讨论区看到这一款游戏的评价不错，就想说那我也来玩看看好了，所以就来实况了一下。过年没事在家嘛，对不对？滑滑手机，看看上上网，在所难免。我相信大家也会这样，就发现这个不错，所以游戏我还没有玩完。也还没有玩过，那个不要剧透，我再讲一次，不要剧透，好不好？剧透的就我也不能拿你们怎么样。总之不要剧透了，剧透大家就检举他，好不好？检举他的留言啊，我不想看到剧透文，请不要再剧透我了，拜托你们，好不好？好了，我们看下一则留言。哦，居然有人在钓鱼，一堆僵尸也可以钓鱼，是不是？他可是传说中的钓鱼宗师，在淡水丢一只蚯蚓就能钓到鲨鱼，真的假的？淡水有鱼哦，淡水有鲨鱼哦，哇！你在走嘛？啊，你怎么不来当实况主？这么会嘴，我觉得对啊，有空来当实况主好了，期待你的影片。我们看下一个留言。这里的留言也会回吗？诶，既然又问到这个万年不变的问题了，很多人会问我说：“秋风，我在这边留言，你会不会回？直播平台会不会回？哪边的会不会回？”告诉大家，都会回，好不好？所有平台，只要
秋风我看得到的，觉得有趣的就会回。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看到的只有回 YouTube， 就是 YouTube 这个吴秋风的频道回？因为那边是大宗啊，大部分的留言都在这边，所以我就在这边回。那一个礼拜才回一两折，不是一两折啦，才回五到八折，所以就其他的相对较少啊。那个 YouTube 大概有 80% 的留言都在这边，所以选到这边的机遇当然比较高啊。就这样子，都会回，只要我看到了都会回，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则留言喽。哎，这一则就是 FB 粉丝团留给我的，我的粉丝团叫做大家好，我是吴秋风。然后你要搜寻的话，你就要打大家好，不是打吴秋风，好不好？请大家在 FB 搜寻的时候打大家好，就可以找到我的 FB 了。秋风，请问你 UHC 如果有下次会参加吗？我超喜欢你的龟缩大法，很厉害呢，赞！我这一次是受到阿神的邀请，因为那个巧克力和阿谦临时好像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就临时替补上阵，结果玩得比他们还久，这个真是意外中的意外。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龟缩大法啦，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是希望四个人在外面拼命，就跟我们一开始的战队一样。可惜战法没有实行成功，地图太大了，他们人跑得太远了，一躲到地下就找不到了，实在太可惜了。不然我们也很喜欢打打杀杀、啊，而且一口气就连拍了三个多小时，其实拍到后面已经有点丧失斗志，有没有？已经要学随我的队友而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好吧，就这样子，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趣事分享哦。看了秘境探险之后，我发现我家里有一个一样的吊饰，似乎是以前在西藏时买的匕首。话说秘境探险一最后根本就在打僵尸，超不科学的。想不到你居然有通往秘境的钥匙，这实在太神奇了。我家里只找得到一个法轮，那个法轮就是你在那边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在那边转那个法轮就会把你的那个念的一句的咒语转换为十几万遍那种，那种法轮，长转法轮，那个好像有什么功德无量还是什么，反正会对什么比较好的啦，这是宗教的说法。那就这样，我妈给我的，她说有空你可以念，可以转。看起来很像以前的玩具那个蝉叫，有没有？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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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有点像那种，说不定你家也有一个。我是说蝉叫，不是说法轮。那哦，好了，趣事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哦。今天的直逛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新年快乐！下次再见，拜拜。